在全部站在台上，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让他们亲自来向各位恳托。第一位是我们新北市第一选区认真做、用心拼的侯孟楷，侯孟楷，当选，侯孟楷，当选。各位现场，我最亲爱、敬爱、关心中华民国、热爱台湾的所有身家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荣华富贵可以享受，只有千金万担必须承担。这是2024年我们新任的总统跟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共同的责任。因为过去7年多，民进党政府真的让台湾空转太久了。我们承诺一定要为台湾找回善良，为我们中华民国找回安居乐业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给孟楷机会到立法院。4年前的选前之夜，孟楷就是拿着这面大国旗进入立法院，没有一分钟，没有一秒钟，我没有捍卫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守护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好吗？北市第四选区翻转大新庄立委选新庄，新庄区的蒋新庄，蒋新庄，到选，蒋新庄，到选。我们有一个现场，我们国民党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新北市第四选区新庄区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候选人蒋新庄。我们侯友宜市长在我们新庄完成了两个不可能的任务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五股垃圾山30几年都没办法解决，但是侯友宜市长一上任就把它变成夏绿地了。再来，我们新庄温暖区50年不变，现在开始改变，所以我们侯友宜市长是一个很有执行力、很有魄力的候选人。这种候选人为我们国家来打拼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政党一定要轮替，国会一定要过半，我们所有立法委员、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一定都要全力打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决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。所有的好朋友，家军刚刚从外面一路塞进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塞车塞得这么开心，塞车塞得那么振奋。认同的话，在场好朋友给自己来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们感受到热血沸腾，我们感受到大家想要政党稳定，所以家军在这边要真的呼吁大家，侯友宜为我们新北市付出了多少年？大家知道不？侯友宜，你来请吧，请坐，不一样吗？13年，大家来个掌声好不好？我现在走到哪都在问相亲这个问题。那个人为我们这个地方付出这么久，他深刻了解这个地方的需求，当然我们要全力来支持他。咱今年市长，要做咱今年总统，咱是活下来，一起来好不好？